就是作为子女的，还是希望父母都可以健康平安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谢谢，加油。那你们上一次见面什么时候？目前没有办法联系，就是先请律师。爸爸欠税418万入狱无法联系，陈婷婷哽咽，我会勇敢。你爸爸的事情已经有进展了吗？现在就是像昨天说的，就是已经有请律师，然后一起协助处理这件事情。陈婷婷爸爸陈一良29号爆出因欠税418万不愿缴纳，25号被关进看守所。而陈婷婷对此毫不知情，昨天发声明表示，看新闻才得知消息，已请律师协助并安排与爸爸接见，未曾听爸爸透露关于偿还税款遭遇困难或延迟的情形。很抱歉占用大家的资源，但对我来说。我会勇敢，然后拥抱智慧，然后还有大家给我的祝福，然后一起好好的，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圆满落幕。然后我觉得，就是作为子女的，还是希望父母都可以健康平安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谢谢，加油。那你们上一次见面什么时候？目前没有办法联系，就是。先请律师协助处理。好，我们谢谢。有跟你安慰，有跟你一些安慰。有啊有啊，就是他一直都有陪。因为昨天才知道。谢谢大家关心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关心。您上一次跟妈妈见面什么时候？上一次见面。就是过年。过年。哦。加油加油。